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， 今天我来玩《幽灵怪谈》（Bladed Fury）。这是一款 2D 横向动作冒险角色扮演游戏，主要是来讲说春秋战国时代一位少女被诬陷然后复仇的故事。那就直接开始游戏吧。对于生存在我这个时代的人来说，荒诞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。每天都在发生，像是君父强娶心腹，臣下刺杀王上，宁臣残害忠良，就是很混乱的意思。多到都不能够有上荒诞标准的时候，弑君弑父，好像就没那么令人啧啧称奇了。在天子朝堂，诸侯们毕竟只是诸侯。我知道你们管我们这个时代叫做战国。战国时代，成功19年。知府才艺中的一簇剑光，划开了这纷乱舞台的帷幕。对历史不太熟。妹妹，快醒过来！熟姜，阿慈，阿杰，季姜。父亲气息奄奄，恐怕时日无多了。你要是再不去看他，会留下终身遗憾的。终身遗憾。可是父亲今天就要把你嫁出去了。乌儿从不出嫁，父亲他……乌儿是什么？傻妹妹，这是约定好的日子，凭你我之力，能改变什么呢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快去大殿吧，我在那里等你。大殿操作介绍，好像好多按键。算了，到时候再慢慢看看。交谈，父皇，惊叹号。王姬请留步，大王身体不适，需静养，如今不见任何人。侍卫，大胆，是谁的命令，竟敢阻我见父王？啊，王姬请息怒，田侯。田侯又是谁？这一切也是为了吴王。田侯这是要造反吗？田侯有令。还请王姬大人不要为难我等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敢如何拦我。所以就是打架喽。现在应该还是教学期间吧，感觉好多攻击方式吗？好吧，试试看。快速攻击。光魂。黄色用于升级能力，绿色可恢复自身气血。齐康公，我还没活够呢。他这个配音好厉害哦，父亲。好像真的活不久了。奇怪的黑色物体，飞熊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是怪物吗？可以闪避。还是被打了。不见了。闪避，闪避时间。攻击。RT 恢复血吗？试试看。恢复了，可是还是被打了。又是闪躲时间。这次不太一样。再攻击。还是被打到了。闪避时间不对吗？再攻击，成功。这个东西为什么从父亲的身上掉出来？
死掉了吗？王上乎！王姬的佩剑刺在王上的身上。什么？有吗？这不可能！我竟然杀了父亲！阿紫。咦？所以刚刚那个是？我做了什么？刚刚那个不是妖魔吗？可以显示地图，这里有技能耶，技能是可以学的吗？之后会教吗？地图的话有什么？就这样，继续前进。我该怎么办？阿紫已经被田师带走，好在双剑还在我身上。哎，里面怎么那么乱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是王姬大人。王姬大人，不许叫我的名字。你手上捧着的，哼，这也是父亲的东西。父亲要带进坟墓里的宝贝禅意。禅意。王姬大人，您可不能啊。不能怎样？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吗？王姬大人带走了王上的陪葬品。发生了。可以，这个是要做什么？防御吗？防御，有个盾牌。攻击，我要走了。我要走了，好像就这样打过去就好了。接下来是哪里？有敌人在后面。哦，竟然拿盾呢！拿盾可是也没有在格挡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妹妹，这里，阿紫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杀的明明是吞噬活人的怪物，怎么会是父亲呢？这我也觉得很疑惑。我去找他说个明白。傻孩子，他们现在已经把你当做了弑君的罪人，你快走吧。不，我要阿紫和我一起离开这里。父亲要我嫁给田侯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就从这口顶去往屋顶处，那里没有什么看守，应该能很快逃脱。屋顶吗？记住，活着，活下去才能找出真相。找出真相。屋顶要从怎么上去？快离开！踏风，二段跳的意思。他说：“这里不能走吗？”哦，这里关起来了。继续走，还是有敌人，刺客在屋顶。攻击，存档点。这样就保存了。来人呐，射箭！射箭！你就是田氏。屋顶上的逃犯，不管是谁，不准给我留活口。你就是陷害我的人吗？放过他吧，我跟你走。我跟你走。应该都没有用，所以还是绕跑比较实在。快跑！快跑！敌人！奇怪的黑影，恶鬼！这是刚刚那一只吗？快走，千万不要回头！不要回头！知道了，不要回头。哦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
不想，不要回头。哎呀啊！又被打到了。回个血啊！不要吵我，不要吵我！快跑，快跑！天哪！春秋时期，齐国晏婴曾预言齐政足归田氏，但是齐国姜氏国君不以为戒，沉溺酒色，不理朝政。康公十八年，齐王姬季姜背负弑父嫌疑，长公主舒姜也沦为田和之志，舒姜劝其妹求生以图来日。仓皇出逃中，见到几个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面孔，揭开了疑云丛生的篇章。田氏派出重兵四处追凶，广发通缉，令曰格杀勿论。季姜在逃，田和孔生变数，未公告天下康公死讯。嗯，为什么？世人愚钝，或不明就里，或已归于田氏。为什么呢？季姜投靠无门，山穷水尽。临淄城外的荆棘林被视为不祥禁地，追兵轻易不敢擅入，生怕惊扰鬼神，鬼神祭身。季姜暂时得以喘息，所以跑到禁地去了。伤口是谁用古神之血唤醒了我？你是谁？是我的血唤醒了神尊。我是齐国的季姜，康公之女。齐国的王姬果然继承了古神血脉。古神是什么？难怪你能驱使噬魄，寻常人使之只能当辟邪的装饰吧。你说我的双剑，这是我幼时抓周所得，之后就一直带在身边。抓周为什么会有双剑？这古玉所制的神剑，你如果好好修炼，必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好好修炼？此外，怎么修炼？我再赠你一柄神器。这么好？这赤霄乃是我当年射日的箭矢所炼化而成，烈日破土，无坚不摧。箭矢你可以用以平天下，安百姓，寻找天命之人，结束这乱世，这是你的使命。我的使命？哦，射日的后裔。承蒙亲眼，交托大任，可是我不能。我明明杀的是世人的妖怪，怎会是父亲？阿兹也在他们手上。我要找出真相，我要回去救他。我要回去救他。那你有何打算和筹谋？我在齐王宫依稀见到了三位我只在书册和画像上才见过的人，他们应该不会出现在人群中。哦，他们一定知道什么，我要去找他们问问线索。现在的你，无论是身体还是心性，都太弱小，去凡尘俗世中历练一下也好。拿上你的兵器，快去吧。离开这里之前，先去见一个人，他能助你事半功倍。多谢，事半功倍。告辞。要去见谁呢？赤霄，用箭矢锻造而成，他的箭矢也太大了吧。虽然说它本来就很大了。诶，你是谁？我早已立下重誓，再不铸剑。哦，墨邪，回吧。我不是来求剑的，不以前我来求你指点迷津。后羿，你手里拿的莫非是赤霄？正是，方才后羿所赠。你这么个小小的女娃娃，看不出来后羿为何对你亲眼有加。亲眼有加？这天地间有很多魂荒之力，可以用来锻炼肉身与兵器。锻炼？那边上的魂灯除了恢复状态外，魂灯也能助你提升能力。是，我记下了。魂灯，魂灯吗？这个吗？可以升级，
升起什么东西呢？强化，这个是，这算回血的吧？选这个好了。继续前进。你是谁？这是不是我的错？精卫，你是什么人？怎么会来这里？临淄即将，齐国的王姬，我也曾是君父的掌上明珠，却意外早夭。他是精卫填海的那个故事的精卫吗？我不甘心就此只能化身为你。哦，好像是。一直期盼能重生于人间。原来你是炎帝之女。我没有想到阴阳两界真有一日能被打通。我虽然得以归来，但也有众多冤魂邪魔侵入，这里已经不是我所熟知的世界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你该怎么办？不知道。说起来好笑，我从小就很擅长的奔跑，没想到却用在了今日的逃亡。出生起我就没有离开过宫院，但是齐国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。就在我厌倦了漫无目的的寻找时，在边境大营的经历给我带来了一线光明。边境大营，宫院里出现的蒙面将军就出现在这里。蒙面将军，蒙面将军在这里。这有罐子，也可以收集。这个不是。诶，惊叹号。从今天起，我改名小白了。小白，喂喂，都知道一下。小白你好。啥？你说啥？阿大，这是我阿娘给我起的名，之前因为避讳齐桓公才不用。嘿嘿，齐国现在的太公姓田，就此恢复使用。姜氏哪有那么快倒？听说宗室已经起兵了。哎，通缉令在我这儿呢。这位朋友，你怎么看？啊，我吗？上头的事儿我怎么知道？我要见将军，你们知道他在哪儿吗？这会儿没见着，在大营里面吧。他们好像很随性。那人谁呀？不知道啊，我以为你认识呢。哎呦，你快查查通缉令吧，搞不好就有这家伙。他们警觉性有点低。来了吗？这个好像可以砍，好像就这样，好像就这样，好像没什么特别的。这边罐子，这边大营在哪里呢？快快快快快！我砍这边吗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奇怪的、鬼怪的感觉。哦，上面可以走，从上面走的意思。这边走，喂，又被攻击了。就这样，继续前进。这有什么？机关，从下面出去，这样这边没有东西吗？这边什么都没有吗？又是罐子，再往右边，又是奇怪怪物，然后呢？走下面吗？
才是你放的通缉犯。小白又出现了。田将军一定把错算在咱们的头上。田将军，是谁扰乱了我的营帐？哦，田将军，大闹军营的好像是江氏的通缉犯。全军听令，给我把他抓出来。其实我们可以把他引到那里去。哪里？只要将军看不见就没关系了。什么？哪里？你是说不要了吧，可能回不来的。到底是哪里？只要没人见过他，就不是你我放跑的了。哪里？那里？哪里？他防御了呀，他哪时候跑出来的？倒地。什么叫识破技能？前进。存档还可以再升级吗？先升级这个吗？好吧，没事就学一下。防御强化，像变鬼怪了，怎么会这么奇妙？这是什么 ？Why？ 哎、欸，失败。哦，可以耶。时机要抓准才行。这是什么奇怪的惊叹号？变成有点幽魂的感觉。小娃娃，你白白送死，倒是省了老夫为太公找你的时间。他是不是没有头？你是那个时候出现在宫院里的？那一刀刺得好啊！那样的父亲，你早就看不顺眼了吧？父亲不是我杀的，你明明看到了。嗯。无子序，战斗时间，他会被打吗？回个血。哎呀，靠近会被打到。快快，背后攻击。上墙呀！回响，再打回去，攻击，成功！想要真相就上尸骸山。哦，跑好快！这边吗？这边是尸骸山吗？有点奇妙的位置，来这边看看。这个
一颗头。三盏引魂灯。地图所在位置，右边下面怎么知道要怎么走？差不多到了黑夜和白昼的交界，分辨不出是昼还是夜了。骷髅，何其大雾！哎呀，别闹！电灯雾散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听说康公死的时候，武将军也在场。嘘，那样的结果，太公一定很失望吧？他们在聊天吗？我们永远也没有再见天日的一天喽。武将军为孤打下的这一片江山，也要父子黄土。可叹可叹。他们是谁？只是在聊天而已吗？就这样，没有其他东西吗？这边可以进去，就只是进去而已吗？看一下这里。现在来到哪里了？在右边，诶？所以这边其实可以走吗？这边可以进去。这边又是哪里？哦，目的地，灯的位置。哦，你就是灯吗？诶，还有敌人。哎呀，太慢了。我打回去，我打回去。哦，灯在这里，感觉有点受到污染吗？这样就正常了。接下来还有两盏攻击。被打了。这里吗？这里好像不是。这里进来是去哪里？下面，这是往下走的。这样一个灯应该在这边。看到了，哦，这个是什么？亮亮的。哎，弓箭手，好像有点攻击。可以回血的吗？再往前走，哦，这里可以存档，点数，选这个好了，我还蛮常用这招的。叮叮，君上，有何事？都是骷髅。竟然被一个姑娘挫了锐气，现下正前往尸寒山，若是被他登上山顶，山顶有什么吗？让他去吧。若是那姑娘果然厉害，倒是替我报了鞭尸之恨。鞭尸？嗯，伍子胥跟谁的故事有关吗？看一下，接下来往这边走。哦，骑着马，
击？看不到。哦，闪过。接下来，骷髅。哎呀，又被打了，又来了，应该先把它解决掉。哎呀，不急，调查三个灯，解开了，雾气散去，再继续往前。交谈，你竟然做到了，哈哈，武将军。又是伍子胥吗？这好像很多幽灵，是往这边走吗？你是什么？你是谁？王姬且慢。你认得我？晏婴。尊驾何人？老夫乃晏婴是也。原来是绝庙堂之高而忧其名的晏大夫。欲为君父除弊事，肯将韶华惜残年。什么意思？老夫知王姬此行必有意，只是前途凶险，老夫愿效绵薄之力。什么意思？老夫可教授王姬炼化血脉中神力之法，可助王姬打通天灵，充盈气血。天灵？多谢燕相。什么意思？他在说什么呢？啾，怎么了吗？发生什么事？血变多吗？还是怎样？有吗？接下来是。缩边了，先把这只解决掉再说。呀，配马踢，攻击，前进。哎，又是骷髅头，又是你，别去了。别去了，是魂魄的归宿。鬼头，你一个生灵，除了他，没人能证明我的清白。既然你这么确定无疑，怎么还需要找武将军作证呢？你心里也有疑惑吧？齐康公的作为无法与田侯相比，你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。我没有杀死我的父亲，没有。所以说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这里好像越来越阴暗了。让它降下来吗？想一想，再降下来。下降到底吗？才会再上升吗？还是说先来到这里把它打回去，然后在这边搭乘就变电梯了？这里就是目的地吗？
该先把他解决掉。诶，他也是弓箭手吗？走存档点，看来应该要到目的地了吗？是在这里。不知死活的小娃娃，小娃娃追了上来。我没有杀害父亲，我没有，你亲眼所见，你可以为我证明。这座尸骸之山就是你的葬身之所，留下吧。可以不要吗？好像变得不一样了耶。哦，这什么？哎呀！哎呀，好快啊！哎。好难啊，终于打到了。哎呀，冲刺技。哎，哎呀，是手吗？攻击！攻击！这招好像好奇怪。哦！攻击！解决，呼，真是的。束缚武将军的那具尸骸被我打倒，他的灵魂就此失了居所，眼看着就要被自己造出的尸骸山吞噬，他的魂魄自动选择了投奔我。投奔吗？你又回来了，是想通了，要放下仇恨，投身大义了吗？我去了边疆大营，见识了那里的乌烟瘴气，也见证了沿途百姓的颠沛流离，这一切都是田氏所害，所以我要证明我的清白，揭穿他的阴谋。我要复仇，这既是私怨，也是为民除害。世间一切皆有因果，并非一人之力所能勉强。人心乱，天下才乱；人心安，天下皆安。人心乱，也是这些奸佞小人贪得无厌所致。并非全然如此，伍子胥也是一代英豪，若非他自己的执念，田氏又怎能驱使得了他呢？说起伍子胥，你看这……这确实是伍子胥的魂石。魂石，具有异能之人，死后神力不散反聚，凝结成魂石。你得了伍子胥的魂石，便可以借用他的力量，也算是意外的收获。借用他的力量？可我并不想要他的力量，我只想从他口中问出真相。我要再去寻那另外两人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召唤有点神秘，魂师好像有很多种，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个吗？是这样吗？
这样算是打倒一个敌人了。如果以那个数量来看，还有五个的样子，应该是这样吧。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喽。如果呢想对我说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